我应该是不用重新读档了，因为我后来有发现呢，它这个一轮破完，应该说不能说一轮破完，是说你解到某个地方，它会有章节制，就是有点说分段啦、啊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时候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 ？KY 咖啡是那时候我们就是约第一个妹子去咖啡厅的嘛，然后呢会有公园，那、啊、公园跟神秘岛像，因为我还没到那边。我是直接就跑到太空梭那边去了，然后我连勇者森林都还没有过，有没有？勇者森林，所以说意思是说，我玩了这么久，我就只有带咖啡跟太空梭而已，其他地方都没去过。哦，所以说我现在想一下，我先解什么、啊？我觉得我们先解前面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咖啡那边不是还有一个妹子吗？超商那边不是个妹子？那个妹子我还没有解过哎、欸。如果跟他有一些其他的支线剧情的话，应该会到公园吧，或者是神秘岛之外的吧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OK， 哦，我看到他之后，我就突然觉得我的括约肌稍微要提紧一下了。哦，不要乱告白，千万不要乱告白 ，pass。游戏攻略是拿来对付那个谁，我们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。然后呢 ，Kill 原声带之前是放在上面也没屁用，密函999没有那么多钱。哦，然后山下智博的写真我买了也没什么屁用。哦，黄金限量螺丝刀好像有用的样子，那我们就买一瓶水跟黄金限量螺丝刀好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哎呀，剩下35块。啊、也就只能买这个、啊，好啦，我看看好了。最主要是这位少女走进来，哦，好可爱啊，卡哇伊呢，有着嫩白的皮肤，犹如主角般的闪耀。啊，好像在哪里看过她，糟了，等下走过去聊聊一下妹有没有？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哦，啊，然后我和你说什么人？你长得好像我下一任女朋友。马上被打一巴掌送到警察局。为什么他一直盯着我呢？我会害羞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找个话题跟他聊？不能跟他告白，不然的话括约肌就会松弛了。问对方的名字好了，说自己是个厉害城市师，之前选过好像没有什么用的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先问对方的名字，这边要不要存档啊？存一下好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种深空之旅可以盖过了。约会女神，选城市设计。可是那时候选城市设计没有什么那个啊，我先选问对方的名字好了。我叫做晶晶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？点点点。看他还是点点点啊，气氛越来越尴尬了。我就不该多嘴，我就乖乖当一个死宅，有什么不好呢？哦，事件发生了，怎么天花板上的灯在晃？好，这时候我们选择去救他，然后什么都不干，没有啦，这是上次按过了啦。推开少女，英雄救美，你干嘛？你看他妈的救你，你还说我干嘛？你看我跟你讲，如果这时候是那种《流星花园》的言承旭跟周渝民呢去救他，还有说啊你好帅啊，那个是宅男，你们你冲三小，双重标准，妈的！你这恶心的家伙是不是想占便宜？你看，人家说人帅手牵手，人丑看守所嘛，对不对？现实社会，不是的，是因为那个，哎，因为那个灯啊，你看，哇，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好像没什么大碍，没有砸到，实在是太抱歉了，我会马上修理的，真对不起。没事。谢谢你，不客气，不客气啊！你没事就好了。啊，扭到脚了。欸，你怎么了？腿好像扭到了。看这个存档，怎么会有这东西啊？老头，女朋友了吗？我才不告诉你呢。你看，我想选这个、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你们要上面的还是下面的？但我觉得下面比较好玩呢、欸。啊，反正都游戏嘛，不要这么正经舔下去的，等什么？
还不快点，女生？还没有啦，不要乱，不要乱来啊！游戏啊，不要跟现实，不要跟现实坐在一起啊！你的脚不小心扭到了吗？不如我帮你舔一下吧。他的画风马上变了，一拳超人吗？马上变奇遇？怎么了？我的唾衣是专门治扭伤的，干，好恶心哦！这有没有结局啊？骗子啊，脚根本就没有扭伤，所以说他的扭伤是故意的，那对我好，对我有好感呢。算了，不管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碰到他。现在好像不是太晚，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好了。我想起有个地方很久没有去了，马上走起。啊，又跑到这里来了。我比较想要约会女神这边，我想老头会很喜欢他的剧情，真的假的？我送你回家吧。你扭伤了吗？不如我送你回家吧！啊啊啊啊啊！怎么有点邪恶？啊是啊，脚好像扭到了。你快扶我到门口休息一下就行了。好的，扶稳。现在好像有好点了，谢谢你。我觉得这个女的在 goodbye， 想要亲密接触一下。不客气，要不要送你回家？不用了，我家离这里很近。我自己回去就行了，但是你腿扭伤了，不方便爬楼梯吧？这时候就要展现男子气概，直接二话不说，霸道总裁，我要你，然后就直接把他扛在背上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子框着走，这样子，把他当成那个横木这样子。我家有电梯。那么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抱歉，我应该先自我介绍，我叫做欧晶晶。是一个普通的死宅，死宅是的，就是那种平时不怎么出门，每天在家里看动漫、玩模型、玩游戏的那一种。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就是欧晶晶呢？啊，产生了共鸣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这样介绍自己，好像似乎留下不好的印象。什么东西？叫我老婆就行了。老婆不是一个 YouTube 实况主吗？啊？什么？听说死宅都喜欢叫人老婆，有这回事吗？我怎么都不知道死宅都喜欢叫人家老婆啊？那这样照理来说，聊天室不是有很多人叫我老婆，那些人不都死宅吗？我跟你讲，要是之后聊天室里面有人直接打老婆两个字，我说你是死宅，好不好？他们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那他们就真是死宅吗？啊，不是我说的啊，是游戏说的啊。是，是，突然兴奋这样。那么我先回家啦，有缘再见。好的，老婆，不要在路上乱叫人家老婆啦。啊，他就这样走了。好像有点怪怪的。算了，不管了，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机会碰到他，再叫他一声老婆。现在好像也不是太晚，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好了。啊，居然又要去那个地方哦。所以说，就算我们这样子，我们还是会来到这里哦，不会有到什么森林啊。那我没有买攻略本啊，我不是死定了吗？啊，没关系啊，可是我那个螺丝起子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不要往攻略本那边发展。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直播的时候，我们二楼有一位需要一个螺丝起子，还要一瓶水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他，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般废物。你选工程师才会到公园哦。好吧，之后再说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那个叫什么吉米，是不是？不要，林北才不想跟你玩呢。虽然不想跟你玩，但是我还是想拿一下代币，不好意思。我有收集癖哦，对不起。哦，米高啦，不是吉米啦。对啦，等一下给他那个什么螺丝起子，那是螺丝起子吗？可以用螺丝起子撬开游戏机。好，这样子哦。好的，我们先给他水。是。不是我要喝啦，
然后这边一个代币嘛，捡起来，然后这个 OK， 机台后面，刚有人说谁的头上有代币啊？不要，我不想跟你打。干，这也太好笑了吧？还真的呢，还真的嘞，站在上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是什么？一致的，所以说跟这个没有关系啊，跟螺丝刀没有关系啊。好，交出来。要送什么？啊，就只有送代币啊！我有四个代币啊！去楼下啊！可是我直接给他呢。又没救了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啊！哎，靠杯啊！干，我可以跟他要回来吗？做组合，不能组合啊！哦，死给！有了，这里好像缺了一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刚刚有人说是充电宝嘛，是不是？放进去。啊！哇！爆炸了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完了，根本就是一个死三宝，那边乱放充电宝，乱充电，引发了火灾。哦，各位不要这样子乱把充电宝放在机器里面哦，就会像这样子的情况这么的严重。好大的火，怎么办？我得赶紧逃离这里，我说人应该都被炸死了吧。咦，前门打不开，被大火堵住了，我得找其他路。哎、欸，真的要被烧了、欸。啊，这个女生呢，好像已经断气了。哇，这个路线，这个女的直接被炸死在里面了、哦，有没有这么的悲催啊？好惨哦！我可以跟你打电动吗？来啊，单挑啊，刚不是很呛，说没有人打得赢你。我记得这垃圾袋里面还有炸弹哎、欸。算了，好像应该用不到什么。去看他一下在干嘛？不好了，怎么了？楼下好像很热闹。下面那个命打错了吧？下面着火了。下还不赶快跑！一楼火势太猛了，出口完全被大火封死了，所以我跑到二楼打算跳窗出去。而且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他充电宝充到爆炸，第一个受伤的应该是他。啊，为什么他没事？超强！二楼都是封死的，开不了。我们可以拿东西砸烂。不行啊！我装的是防弹玻璃。什么？你装什么防弹玻璃？你现在管我装防弹玻璃干嘛？对了，其他人楼下其他人呢？都死啦！什么？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活活烧死吗？没办法了，现在只剩一个方法了。怎样？变身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了，现在什么方法了？打一支针变成巨人。其实他有通往异世界的能力，三小，但是每次只能传送一个人过去。你年轻力壮，这个重要任务靠你了。神展开剧情，我只是一个想打电动的肥宅。为什么？莫名其妙，我要去异世界了。那里有一个神奇的神器，只要你拿到它，就能回来救我们。异世界的肥宅生活，靠你了。什么？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十分钟等于异世界的100年，够时间让你找到神器了。哇，100年呢、欸？他们的十分钟是我们这里的100年，我们的十分钟是异世界的100年。所以说，
我们大概可五分钟有没有？就五十年了，我们大概只要几秒的时间，我就会回来了这样子。啊，必要啊，说清楚再传送啊，然后被传走了。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森林的吧，勇者森林的那个篇章。啊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难道我真的穿越了？天哪、啊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事情。不过也没什么好震惊，毕竟这种桥段故事太多了，只是没有想到自己会是男主角而已。这样，我身为一个宅男，绝对应付得来。不，应该是得心应手才对。什么？马上就遇敌了，有没有？魔物出现了，一看就是初级怪物，放马过来吧。怎么突然变多了？奇怪，好像不妙。啊，怎么玩？一看我变 RPG 了。敌方先制，先发攻击。哦，好痛，死敌。哦，完了，这一局应该是先败北了，死亡。啊，不是说得心应手吗？灭团，冲啥？里面该不会有动物娘？啊？这是一个结局？我算什么宅男？而且是直接黑画面嘞！我你居然连最初级的魔物都打不过，实在太丢脸了，夸张哎！啊，为什么一直黑画面啊？哦，哎，绷带眼睛的妹子要开后宫了，居然是一个妹子，我看你躺在这里很久了，啊！我还活着，我刚刚不是被魔物打死了吗？你刚刚其实已经挂了。他说我用复活药让你复活了。什么？还真的有复活这种东西？复活药都不知道，看来你真的是穿越过来的勇者呢。勇者？哇，怎么每一个都身材这么好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你刚刚说我是勇者，嗯，怎么说？这个森林叫做勇者森林，是一个不时会传授勇者过来的森林。感觉怎么好像乱葬岗这样子？只要你看哪一个人他妈不顺眼，就把他带到勇者森林来啊！如果他命大考验了，通过了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那就算了，再把他传来一次勇者森林，直到他死为止，有没有？不过刚看你的表现，实在不敢确定你是勇者，那个实在是丢人。不过还是有一个方法可以确定你是不是勇者。什么方法？你有三握两指半哦？没有啦，不要理我，跟我来吧。这什么东西？那个是怎么说马桶啊？上面还有一根，我猜应该是那个吸盘，那个叫什么？马桶活塞吸盘是不是？只要能够从里面拔出来的就是勇者，始终剑哦，那是证明是否有资格成为勇者的马桶，还是坐在上面？如果你死拉得出来，你就是勇者。做勇者还要大便才可以证明。啊，天哪、啊，应该是摔太好笑了。怎么还有这种东西？哦，马桶吸拔、哦，对，马桶吸拔，穿梭武器。不过这马桶垫这么高，的确很有王者的风范。我也可以把它垫得很高，然后上面放一只什么，上面放一只 R20 啊，也可以说王者的风范啊，对不对？都一样嘛。你快上去试试吧。好，不是啊，这个东西凸起物这么高，你要怎么用？坐上去啊？哦，你看到那马桶塞了吗？看到了。只要是勇者，可以轻易拔出这个塞，我就知道。什么？这是效仿时钟剑的剧情，还有雷神所有的那个剧情。如果我拔出来，会不会满身都是那个？那是神的安排啦，是神圣的东西啊！我靠，这种东西居然在这边是神圣的，果然是文化差异。那我拔了，呀！哇塞！原来里面长这样哦，哈哈哈哈，然后这旁边这白白的是怎样？很故意哦。我拔出来啦！哎，其实这样子看还蛮帅的，只要不要把它想成是那个马桶吸拔就好了。
天哪、啊，这就是死忠剑本来的样貌吗？死忠剑这取的名字还蛮好笑的，然后披风长出来了，有够强！这游戏真蛮强的。这个人是勇者啊！你要不要干脆像那个特级那个中华一番一样，有一个特在那边，然后他的那个绷带，只要每次事件发生会自己掉下来。莫非你就是那个特级厨师？哦，要不要站在那边不动，那绷带会自己解开，有没有？终于被我等到了，你就是那个神的安排啊！我的命运就交给这个男人了。这也太好笑了吧，老头的一捆金。勇者闭上眼睛，啊，闭上眼睛，没时间解释了。突然好羡慕这个欧金金哦，怎么可以有这种待遇呢？很快就好了。啊，融合吗？很柔软。女生的嘴唇原来是这般的柔软。好了，现在我是你的人了。为什么？我来到，我莫名其妙的，只是想去打个电动，然后呢，莫名其妙放上充电宝，莫名其妙爆炸，莫名其妙被传到这里来，莫名其妙要拔死忠剑，莫名其妙被女生亲了，莫名其妙她变成我的人了，怎么可以这么的莫名其妙啊？跟我签下了契约是吧？死忠剑契约，就是只有跟魔女勇者才能签的契约哦，所以她是魔女。然后之后打契约的方式就是献上他的吻这样子。你是魔女，你是精灵游侠。那到底是什么契约？就是以后你都只能跟我。以后你都只能跟我。啊？什么？不要羡慕，不要羡慕哦。哦，这样哦。不然你的体内就会爆炸身亡。哦，所以只能跟他，如果不跟他的话，体内会爆炸。刚刚是这样讲吗？我刚才没有仔细看。自古以来，魔女与勇者就是命中注定在一起的，就算对方长得丑，也必须接受这个安排。我突然很想要去报名拔死忠剑的这个任务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种就是可以造福一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的男人，包括是我，嘿，我就可以报名。有没有那种通往死忠剑大门的？我可以过来这边拔看看，好不好？无条件接受呢，这么爽。好，他说不然这样无法拯救这个世界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拯救这个世界了。不用，因为现在我们这里很和平，没有什么魔王。对呀、啊，没有魔王为什么要签契约？搞什么？你是这么嫌弃我吗？也不是啦，只是我连你名字都不知道。我叫做，这个要怎么讲啊？我叫做没有名字啊！姚飞，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作者大麻到底吸了多少啊？他是到底跟那个谁，鼠比狗、鼠努比哦，买了多少大麻？这个到底怎么念啊？啊就。对啊，这名字怎么念？就啊，算了，有点累了。我突然觉得人生好难哦。那你要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我叫做金金。怎么了？哎，名字听起来一点都不像勇者。你在哭？你现在是我的人了。你在那边跟我唧唧歪歪，小心我扒光你。没有啦，没事。哎。不管怎么样，你确实是勇者，而且我们都签订了契约，你以后不能见异思迁哦。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个跟你附上附水的，啊，好奇怪啊！不然就会自爆身亡是吧？没错。啊，如果连思想上也不行，那我不是随时都爆炸了吗？有没有？那个网络上不是有一个梗图，一个男生牵一个女生，然后后面有一个正妹，然后那个人的表情这样子。啊，这样子我就会爆炸、啊，莫名其妙走在路上爆炸这样子。对啦，虽然我们不用拯救世界，但是我在这里等你还有一个原因，待会再说吧。离开这个森林之后，西面会有一个新手村，
到达之后我再跟你说明清楚 ，OK？ 肥仔喵喵酱，哎、欸，哦，可以这样走，哎、欸，死给，哎呦，水哦，哎、欸，还可以，还会野外御敌哦，这个白红中白是怎样？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会有人长这？哦，怪物长这副德性啊？等一下，啊啊啊！现在这个是，哎、欸，攻击，打七滴，我靠，打二十五滴，那、啊、打我十一滴，啊，我有没有技能可以放？这个是放技能，胜生命全员。进魔法射手，赢满月小夜曲，刃坚硬如铁，凶邪王真眼，哇，好中二哦！补一下自己好不好？这应该是补血的、啊，补61滴。哎、欸，其实讲实在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这种回合制了、欸。逃跑，看我有个技能，居然是逃跑、欸，哎。圆护防御，认真挥剑，爆炸螺陀旋，爆旋陀螺，真马桶之剑，真布石鸟之剑，燃烧闪电光芒。那是人像挂掉就软趴趴在那边，有没有？就跟你们的一样，有没有？六点半这样子，你们是不是也是六点半？那、啊、为什么我不能放其他技能啊？这个是要靠等级去解锁的吗？那红中打人真的超痛的、欸，这打一打应该会有什么经验值这样子，又六点半了，这个一定要打吗？先打红中，啊，没关系啦，玩死不了，我们现在血那么多，红中挂了，战斗获胜，一场有118金币，怎么感觉好像还蛮多的？这种东西，我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吗？力量村啊，不行哦，好吧。像以前玩回合制玩最凶的，应该就是那个吧，《幻想水浒传二代》吧，那时候超好玩的，很喜欢玩，然后剧情又很感人。欢迎来到新手村，这就是新手村。对啊，这里是如假包换的，为什么周围看起来？乱葬岗啊！你看还有骷髅头欸，我怎么感觉好像被他仙人跳的感觉啊？然后等一下一大堆那种他们的同伙跳出来把我杀掉哦，强取财物这样子。怎么这个新手村满地骨骸，满地骸骨？对啊，那些都是新手的村民死掉了这样子，全部人都挂了。对，因为他们全都是新手，打怪不行，赚钱也不行，全部都在这边饿死，也太烂了吧！好吧，忙了一天都累了吧，不如我带你去休息吧。休息？刚刚有人讲到休息吗？休息？这里也太破了吧！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吧。除了这个地铺，什么都没了吗？感觉会休息不好啊？为什么会不好？你看那个表情开始呆了。难道不是睡一觉就能恢复所有 HP 跟 MP 吗？异世界果然是异世界。那好吧。这里睡一觉多少钱？不用钱，因为这里的旅馆老板也死啦。如果哪天世界末日有没有？超商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搜刮一空了。对，这里是亡灵村吧？是如假包换的新手村啦。那休息一下吧，我真的太累了。好的，休息，晚安了。有这么单纯吗？对了，你在森林里说虽然不用拯救世界，但是还是有别的事情是什么？的确是不用拯救世界，但是希望你可以拯救我啊！拯救我，拯救你需要被拯救吗？啊哦，像石器时代也是回合制啊！哦对啊，石器时代也是回合制啊！我以前也超爱玩石器时代的。拯救你，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
我一直等待勇子的出现，因为我直到现在还没恋爱过。没关系，我也没谈过恋爱，魔女只能跟勇者相爱，这是命运。我在这里很孤单，等了100年。你不要用这种表情看我，不要给我看这种东西，我会心软的。拯救上的物理，哇，100年呢？是的，100年，一直都没有新的勇者从勇者森林出现，我就这样子孤独了100年，我便每天等待自己的勇者到来。有时候会有人从勇者森林出现，可惜那不是勇者。最近还有一个叫米高的，所以米高也来拔了，是不是？他拔不出始终剑。咦，我知道米高，他不是也有斗篷吗？那是他自己做的哦，好可怜哦。不好意思哦，该你的就会是你的啦，不会是你的，永远不会是你的啦。即使你再怎么乔装像勇者，也不会像我一样啦，好不好？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我都没有放弃，终于等到你的出现。我希望你可以一直留在这里，好吗？好，好的。完了，这个剧情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们的目的是要拯救现代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希望我待在这里。后面一定会变成是我要做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，我到底是要留在这里，还是要回去拯救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？难了，不然我一个人在这里实在太难受了。答应我，不要离开我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完了完了，我们的这个欧晶晶呢，完全已经陷入恋爱的迷茫当中，被笼罩了，陷进去也爬不出来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走的。嗯，我相信你。晚安。